你进在哪里？啊，后边。你进在哪里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刚开始而已啊。第一首歌的第一首。我们今天唱到12点。好了，那个，其实真的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演唱。今天，这应该是我来洪雅上这两集呗。 我昨天坏东西要告别，我老爸，我老爸才帮我追加两个字告别，告别告别，他也不能写，他不能加告白啊，他明年就是再出来哦，丢了，付出，哎，要，我老公我要去朋友，没有，我要去离场，没有出国啊，对啊，然后就说我们要干嘛的，对，好，以后要搞这种好了。 如果现在告别，然后你们如果发现三月赚几趴了，没有了，那种怕我。我昨天就在想这件事情，就真的好死不死，三月份然后赚几出来，他也还没出国，一码还没坐边，我一直在递安全帽而已的，走水系公司再见。对啊，我昨天真的有想到这件事情啊，再告别，再告别，再一次，依依不舍，对。 八枪送，<笑>好，真的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。我啷个讲派啊？真的，好了，对啊，今天，我昨天真的是有预感。我刚刚去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有预感，今天会很多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，对啊，我那么自信的原因是因为我就跟他讲说。 啊，无我一几年伫嘉义县市咧走跳，是咧走跳过。<笑>对啊，这一次真的是好啦。我还没介绍团员哦、喔。有。看老公有没有冲啥？那你啊嘛。啊，叫什么名？你知不？我都唔知嘛。阿展。啊，你们自己自我介绍好了。堂堂活动开始。你说什么？大家好。哎呦。<笑><笑> 就这样哦。哎，他叫阿达。哎，我叫阿达，叫阿达，阿达。哦。哎呀，你会不会讲哦？哦，我叫丽君啊，丽君。丽君啊，是有打底琴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他是丽君啊，是阿展啊，是阿达这样子。 啊，没冲过来，对啊，差不多12点了。每次来到这边呢，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结束了，我怎么在那边给守呢？今天啊，就是一直唱那样子。没有看到后面有人，都很想睡觉，休息。今天哦，不好意思，对啊。哇，好贵哦。 说不定真的就有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在那边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想画画，快点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唱最后一首歌了。刚刚那个教育问题，大家好好思考一下，这真的是我这两年一直很用心在想这件事情。对，从家庭关系出发，到了学校教育体制，最后影响整体台湾社会，完完全全，我把跟你讲，我突破零社会学了。 <笑>对，麦克，你要去马克思，马克思，好，好了，这我们内部斗争啊。因为我真的就是我百般思考啊，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啊，对啊。然后我现在真的我以前会看很多那种社会议题的书，我什么经常不会看，我现在看的真的是跟教育，我上礼拜还要去买一本芬兰教改，在谈芬兰的教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我会这样讲，因为是我大概在2年前，我有一个大学很好的同学，然后他毕业之后，他很快毕业之后就结婚就嫁人的，然后他的婆媳关系非常非常的糟糕，对，就是他每天是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，对，不过他老婆会，那不是他老婆，他老公，<笑>他老公对他非常非常好，可是他的婆媳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差这样子，然后有一天他就来找我，然后就聊到这件事情。 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
你有没有可能写到婆媳关系？不过也因为他那句话，我不是写，我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耶。今天这东西问题啊，哎，那就刚刚那，我觉得这真的是问题啊。然后包括家庭关系，我感觉这跟小文东刚无关系，拢有关系啊。真的都有问，真的都是有问题啊。对啊，你怎么样一个家庭环境？好，一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都可以受到剥削，然后他要做什么都不能做。啊，那打靠打到阿勒，这社会变安那？那个一直都活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下面啊，然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在最长眠的生活里面啊，这是我现在一直不断在思考这件事情。对，我也觉得我之后的创作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往这个东西去做，甚至我一直想要去写，希望孩子们就是可以去彻底的解放跟活出来。不要再被这个教育体制给控制、掌控。我一直想要去写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觉得我写这个东西会有很多的身体感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小时候是这样长大的，我都就不爱读书，就不爱读书。啊，大刚他刚行为的东西，他去扛一罐的。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东西，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这样从小被压抑长大。对，那我一直很想要去也写这个，也写这方面的歌这样子。对啊。好啦，反正就是麦克公公言啦，大家期待啊！我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，其实我很在意这个议题啦，对啊，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唱这一首，跟刚那个也都无关的事情，《海花比瓜》新专辑的歌啦，哦，我跟你好难，《海花比瓜》送给台湾的海花，啊，送给阮故乡彰化的海花。
拢不是咱人会当得到的一切。